高哦，哦，那这样才能看得到哦。你哋好唔好啊？初次见面，请多多关照我啊。零七幺七号飞船，你是否已经抵达地球？总部，总部，我已经到咗了地球了。但是我惊着鬼了，地球人竟然跟我撞得一模一样的，我把你看一下他们的疫情。嘿嘿，但是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哦，因为我长得比你们都靓仔啊。不可能，你在我们行星是最丑的。你粉皮我顶你个肺啊！哎，我丑，痴线啊！我边度丑啦？我已经帅得不得了了。哦，你有什么化妆出来试试？哼，我今年四十岁，我不化妆出来很吓人的。我刚听人保养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你知道我保养的秘密是咩吗？秘密。是啊，那时候都是酸的，尤其是玻尿酸。好啥？好啊，看下的，看样子你们不服啊，不服的出来比一比哈，听说你们地球人分男人和女人，是不是啊？老婆，我想看一下地球上化妆的女人和化成灰的男人呢。